其實你先生的朋友呢，如果受傷的傷口一直不好，甚至有發燒，還要看醫生，是不是傷口的感染？破傷風是另一種情形，就是破傷風細菌因為我的皮膚缺損了，經過了這個傷口而入了人體，它們產生了一種叫毒素。這些毒素呢，其實就是影響了我們正常的肌肉的活動，而個肌肉活動集中影響我哋，譬如係呼吸啊，或者係口腔顎部咧，就會對個患者有危險啦。咁呢個就係破傷風最重要嘅地方。嗱，破傷風咧有疫苗幫手嘅，個疫苗咧可以係單獨使用，或者咧好多時咧喺小朋友嗰個免疫計劃，小朋友嗰、那個。疫苗接種計劃裏邊咧，係混合疫苗咁樣去接種嘅。咁我哋處理預防，我哋要預防破傷風，除咗預先接種咗破傷風疫苗之外咧，遇到有傷口咧，亦都要好好咁盡快清洗傷口。咁同時考慮咧，就係受傷之後咧，再做一個加強劑，甚至咧接種破傷風嘅免疫蛋白，都可以幫助減低患病嘅風險。染上破傷風的人臨床最嚴重的就是很多肌肉都受到麻痹的影響，包括吞煙、呼吸、我們說顎部、頸部甚至全身其他的肌肉，這樣的時候患者是非常危險的，醫生是需要幫他進行一個人工的呼吸深切治療，才可以幫他捱過危險的關頭。Find Doc, your doctor is here.